说呢？标题是不是忘改了？各位，你的愚忠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忘改了 ，OK。 TP 回来，别浪！我的血量就算了吧，兄弟，我比你都惨，我去下路好像就是送的。 舒服这一波，这把啥段位来着？我刚好像有看到大吃光钻石大师，应该是啊。无处可藏。我现在的红是刚刷新的，我刚刚把打野杀了，那就代表我一哥下路三开，他如果正常刷野的话，应该在上路。现在专注。 恶心人还要送塔是吧？你这一点你记住，你切记。这头我们记上了啊！还想送塔，还想让刀割了跑空是吧？竹篮打水一场空，好，你等着。今天下路就三人组，哈哈。速战速决吧。 跑一个走，不是一个跑一个上。 这波下路，今天不一了。行吧，兄弟，那我再帮你们想好吧。这波娜美要跑，这波卢锡安看到我来，他要上。 正常怎么可能二B要打成这样嘞？还来了，兄弟。
大家先别打，我感觉自己不打下来有点怪。抓不了下路，再抓佛爷哥这两波抓了三个头。我们这下路跟我配合出的也不问题，小刀快来啊！啊？ 啥东西啊？这是认出来了，还是对男刀的一个说称呢？不能一气用事，兄弟们，我没有六级，好难抓人啊！ 我想的是升六来帮你，兄弟。我没大刀很垃圾的，刚才下路就因为没大输了。闪时光，不管什么时候，不管你什么位置，只要男刀没大刀，确实是一坨戏。不过我刚好像经验还差一点点。 还差10%几20%。我操，有眼。 来这么多眼！现在主播先不能急于抓人了啊，一定要一个大杀一个人。没啊，是吗？那我们来喽。你多久升六啊？ 密斯，还推呢？走，呜呼！翻墙，还好有你，我就是靠你翻山越岭，一直翻，一直抓，有你真好啊！ 怎么说啊？一技能，铁上族谱，啥呀这是？速战速决吧！我也是跟我抓的，哎！ 去了吗？不要妨碍。漫天飞雨。 哎，你干嘛去？好。
不是啥呀这是啊。他们活不长。没看到。哇，好扭曲了，无处可藏。等我个大。不慌的，翻这里扛一下塔，反向思路。好，翻完塔，我们去正好刷一下这里的野区。速战速决吧。只有傻瓜。这里不用去着急刷自己的血甲虫。你为啥就砍那小兵？你这啊啊啊！你存在吓人，走！这把刀是我的最爱。他还在秀，他真秀了。我说他真秀了。局中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一波震惊三次。上车呀，谁能挡住你，我来控制啊。装啥装啥，啥呀这是。这把不都演变成两边打野的战斗了吗？这波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而献身。刷野快不快啊？哎
你就还回来 K 这个口干啥？我跑半天，你让我跑空了不说，你还可以换两个。来说毫无意义。打聪明。他们活不长了。完了。哦哎。哎呦，我本来可以翻墙走的，但是我走了，泽拉斯他原地就出事了。我还想跟他一起走呢。管他干啥。小龙应该给一千，谁拿的？维哥拿的，他这么肥还拿我一千，那还咋玩啊？真打假打，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而献身。哎，为什么一直给我拖回去啊？龙王的一技能有这么夸张吗？我进草里还有加速的呀，这个呆蛋，加速都走不出去，还带控制效果，过分了。你的愚忠对我来说毫无。啊，大龙可怎么说啊？还在下路装逼，佛爷哥，你再去，哎，等一会儿，二十分钟进化，进化好了，五个人都有红，有不？有了。他们活不长。细节决定成败，王者绝非偶然。被发现就算了，兄弟，本来就是要偷的。我有一个很肥是吗？哎，那还少我两级呢。哎，炮车没了，他必须死一个了呀。你的死因是炮车没了。
不要妨碍我，爽不爽？哎呀好忙呀福威哥，能不能自己刷野，一个人刷四遍野区好累的，好累呀哥，我回家都要买个男刀了你知道吗，买俩男刀，男刀三千一，我六千不想玩了，玩个男刀跟上班一样，刷完一片还有一片，我不长了，我吐了。杀到手，五杀我要接上。OK， 已经获得了妹妹的芳心。麦琪说玩男刀，玩好男刀能不能这这那那的自己看，不用我多说。谁给我跑到了链子啊？谁啊？哈！有变态！专注！一波呗。这把也不怪福威哥，你知道吧？福威哥17-3，在这死了两次，是一分钟之内的事儿，好像是。所以他刚才是17-1，也尽力了吧？没办法。对面打野玩的不错，可惜没办法，刀杆子在此。哈喽龙王，哎，你叫龙王吗？我找的龙王你来干嘛？他们活不长。假装龙王死死死。完了兄弟们，六神装六件装备还有3300，这咋整啊？这咋整啊哥啊，队友现在2-3件，能不能借他们几千啊，让他们买点装备，钱太多了。现在怎么举钻石大师，有大师有钻石，学会了主播的男刀，钻石大师局你也能跟我一样游龙，把获得队友的夸赞，获得妹妹的芳心，想要的扣个6。第三个倒好了，
拆塔拆塔拆塔，拉下这一把我们的男刀，真潇洒，爽不爽兄弟们？哎，男刀真英雄就这样啊，恭喜这位幸运观众。